曾颂恩，对了，反正一切就要从反攻开始了。这是今天的黄山军的第一次的安打。我前面这一球打成了一个左半边的飞球，在左外野方向。哎呦，在界内哦，这是一个在界内的哦，这是一个两分炮击杀。这时候威力有来之前是84，哇吼，真的是江国宇轰出去，哇，这时候是一个重要的两分炮，江国宇今年的第五轰，名副其实的西沙哈、哦。哇，左外野手陈晨威是放弃了，那这个球看起来是不是直接打到标杆上？再来看一下，真的冰崩。哇，难怪球没有继续往后飞，是被全垒打界限标杆的挡网给打回来，但这就是一个两分炮。没错，也要谢谢今天的风势哦，因为现在的风势刚好有一点往右、由左往右吹，把它顶住了，不然它目前2-6，日本暂时落后。好的，再次掌声鼓励，谢谢 Passion Sister， 谢谢。好，这边现场广播啊，在这个车号 A H U， 在台东的这个第三站啊，就是对乐天的第二站了、啊。哇，赛后应该大家这个百万象迷也都跟现场啊，包括球员都喜极而泣。哇，今天这么早就啊，水龙头就打开了，凯蒂稳住哦，西沙不找阿坤代言。